24日，演员丹尼尔·亨利在自己的 SNS 写道：“过去的一年半 ，Mango 都一直在和脑瘤战斗。本周四，他在我的怀里安稳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Mango 是像光一样的存在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非常想念他。大概总有一天是要回家的。Mango 天使，走好。有追我独自生活的小伙伴，应该都知道 Mango 小天使吧。”这世界很酷。